你知道吗？奥特曼为了保护人类，用胸肌挡住怪兽发射的光线。让我们长按点赞三秒，为巨人加油吧！一，阿古茹挡住怪兽伊扎古的攻击。秋风落日入长河，江南烟雨行舟，乱世成空卷起多少的烽火。万里山河都踏过，天下又如谁手？分分合合不过几十载春秋。我在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时候，把酒与苍天对酌，纵然一去不回，此战又二。初代用胸肌挡住怪兽内龙嘎的光线攻击。伊木队长正在待命。你的回答像天空彩虹眼泪下交换没愈合的伤疤，你的步伐像诗中我握住的流沙，还不如随风扬的他。爱的落差像飞驰烈车带走牵挂，可我还没去怀放下，我的手中花在空中被我摇曳落下，结束了最美的挣扎。三，梦比优斯用胸肌挡住黑暗宇宙大地的攻击。欧布维救女友用身体挡住怪兽马卡古兰特王的光线。泽塔三人小队用身体挡住黑暗特利迦的黑暗光线。哦，迪迦挡住加坦杰厄的攻击，变成石像沉入海底。这一路上走走停停，顺着少女漂流的痕迹，迈出车站的前一刻，竟有些犹豫。不禁笑着，近乡情怯，仍无可避免。而长夜的天，依旧那么冷。吹起了从前。